它不是普通的玫瑰，它是整个宇宙中我独一无二的玫瑰。不管是我撞丢了的玫瑰，还是依然在我手里的玫瑰，我都会记得它，记得每个细节。是看不到的，就像花一样。如果你喜欢一朵长在某个星星上的花，那夜里看天空就会很温馨。所有的星星都好像开着的花。